不用，我给你整。别搞笑，就上课了。二少爷。Okay, let's go.肯定了，你找到了这个。就你们长寿馆很有名的，那一年去世是这一淘淘老板。还要卖完了，他每天就供那么多量，他等于不新鲜菜。哎呀，电视啊，一眼就那个了，灯啊，单灯啊。过年回家过年啊，我今天也要回家，我爸妈上表今天一定要打折，累不累？都需要那么大，都需要那么大，很劳累的。就那个233那个，你多打一系列的，有好几个花。没有人让你真的，我跟你说，你知道我以后就是一帆风顺，真的。这没有汤勺啊，不是，我再来点汁的，倒一点，纤维都在这里面跑到底下去了，你看这个。对，牛排烤的挺有特色。他们有鸡蛋羹呀。鸡蛋羹还挺有特色的。给我拿勺子行吗？这鸡蛋羹勺。对呀，你勺都没有。这鸡蛋怎么加了呢？就是凉的，太凉了。凉的。那是生的吧？二十多，那是不用啊，不用。咦，好像是生的呀，还是熟的呀？什么药？什么甲骨什么什么药？这种药是不是那个？脑子吧，太高了，是啊。现在香港可以去了吧？可以去了。跑步跑坏了，不跑步就好了。我是打球，对吧？对对对。